对着我微笑，温度越来越高，怎么办才好？眼神的毛毛小鹿在乱跳。这个不好，对不对？不好就会拉吧。心情难求前脸上红苹果。Baby， 你是谁？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？吵架了。喜欢你，但却好久不见。你急急忙忙的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来来，你过来过来介绍一下来。老师好，大家好，我叫刘凡，是一个喜欢唱歌的女生。哇，好可爱啊！而且她刚刚走路也看到没有？嗯，走路是走错的。大家好，你好，我叫刘凡。因为他要正面面对大家了，很有礼貌，你们不要这样。海涛，你说你要侧着上前台，你要怎么走？观众就在这边，对吧？对对，我现在在这边。观众这边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海涛好灵活呀，海涛。哎，谁拉了？海涛拉了。海涛拉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海涛说是看看。因为开始确实觉得可能在后面等的有点久，然后有的时候唱起来声音稍微有一点就是不太稳定，没关系，但我毕竟是一个有耳光的人，我觉得还是要你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。谢谢，很棒，真的很棒。谢谢你啊，下次再来。